路虎卫士女司机，这个，哇，完了吧？松油了啊！不松油的话，这一把就上了。啊，这太猛了，女司机估计是手心冒汗了。要看老牛，这动力太猛，肯定是把女司机给吓到了。来，下去再来一把啊！动力是不是太猛了呀？在这方向。我那边掌握不住，俩手扶紧方向，不用穿一双。开两多大了？我比较急。开两多大了？3.6。双腿吧。来，加长助跑的路虎卫士啊，女司机，3.0的。有了，行云流水一般。来，霸道来了啊！来吧，霸道！你听他这声音，我去啊！这声浪，看不着。下一把都没有办法来，再来一把，27把。啥也没帅，周哥。来，加长助跑。不仅方向，这个直跑没事。背着油，咱们别过。你的车速就一把，虽然我们速度上肯定上不去来吧。加长助跑，再来一把啊！来，27霸道，加油！有了，登顶，干得漂亮，成功登顶。看一下国产神车坦克300的表现。牧马人啊，要挑战一下绝望坡。牧马人非常轻松啊，轻松拿捏，一把上。